哎，夹着鸭肠一块吃。把鸭肠当面吃是什么感觉？除了我们这个人认真吃，没他妈还唠点正经的。叉叉，冒菜你们吃过吧？烤鸭你们吃过吧？但是冒烤鸭你们吃过吗？你们听都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带你们尝尝鲜，尝尝什么叫冒烤鸭。Let's go。这是点完了吗？点完了，点了一份小份的冒烤鸭，加了一份鸭肠，加了一份牛肉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老板娘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有气质。当然了，论美貌我还没服过谁。哦，好了，他们的哎，没得那么快。这么快？哎，来，今天就吃一点点米饭吧。太香了，这咋都是红油啊，谁看不迷糊呀，谁看不迷糊啊。来，先吃个烤鸭。哇，是这个烤鸭皮吗？这哇，好香啊，这啥味道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，加上这个冒菜红油的香，完全就是二合一，太棒了，好吃，特别香。来口鸭肠，鸭肠也超嫩超脆，我发现成都鸭肠都好厉害啊，特别嫩特别脆。哎，夹着鸭肠一块吃。把鸭肠当面吃是什么感觉？我感觉像是从油。爸爸直接吧。啊，是我的。啊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辛苦辛苦。我就感觉就像是刚从红油锅里的火锅里煮出来一样，哇，好香，好入味啊！哇，这个大啊，大肉还是我请你们吃啊。这鸭肉也是一点都不柴，而且能吃到鸭子肉味，但是完全感受不到鸭腥味，特别棒。这牛肉啊，一定要浸到红油里下去再出来，啊，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果然，怪不得老板娘会推荐他们牛肉啊！你喜欢吃牛肉的吗？哇，超级嫩，嫩的无法比拟啊，嫩的爆炸，是不是超香？我吃到现在为止，我感觉他家烤鸭就只是一个特色而已，这个牛肉是真的牛皮。啊，好嫩啊！比我脸都嫩。我看这下面应该是有配菜的，哎，你看，下面是有很多配菜，有宽粉，有豆芽，有金针菇，有豆皮，还有花菜，好多。吃冒菜嘛，吃些菜才是灵魂。这是豆芽吧？啊，果然蔬菜是最入味的，这个锅底麻麻辣辣那个味道完全体现出来了。这一大口豆芽一进嘴，我的嘴里又开始发麻了。哦，爽爽爽，又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。来个豆皮。感觉冒菜跟米饭搭配一起吃好绝啊，就趁着那个红油还在你嘴里的时候赶紧放口米饭进去，把红油和米饭完全融合，配着配菜一嚼直接上桌。再来大筷子，宽粉，哦，这筷子有宽粉。它好烫，再来一块鸭肠，鸭肠配有越吃越有啊。吃这个根本不想停。真的，我是为了拍视频给你们看，所以我话特别多。如果我一个人在这吃的话，我真的我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就安安静静的吃，一声不吭的猛造，才是对美食的尊敬。太棒了！但是有一个忠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忠告。来这吃饭的时候，建议带点花露水，好多蚊子，我现在腿上也被咬了，胳膊也被咬了，啊，好痒好痒，那我脖子也被咬了，这是，哎呀。